是起早关门喽。一步来得快，来到店门外，店老板开门开门。外面有客叫，不知何人到。有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小二，今日店门为何关得如此早啊？客官，你有所不知，因景阳岗出现老虎，此路无人敢走，开店等于没开，所以提早下班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小二，我来问你，店里可有好酒啊？有陈年老酒一滴香、满江红、出门岛，还有上等的好酒名叫三碗不过岗。好，那你把三碗不过岗拿出来给我喝个痛快。好。客官，我看你连喝十八碗酒已有醉意，不如在我的店里睡上一夜，明日我就打猎队护送你过岗，如何？小二尽管放心，告辞了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